天早市买回来的芥菜缨子，这个得处理一下子，给它整摘干净的，洗干净的。就这个缨子，它就和萝卜缨子是一样，它根本就是个附属产品，它不是为了直接就种它的，人家是为了取这个东西的啊，芥菜疙瘩。芥菜疙瘩呢，要是给它腌完咸菜之后呢，是有芥末油味的啊。这缨子就是一个附属产品，但是缨子也好吃啊。先把根儿都给它清吧清吧。这个腌芥菜缨子，这可是个技术活啊，不是说拿着像那白菜似的，夸嚓扔点盐扔在里头就直接就腌了，那么腌出来是黄的。咱说怎么腌成绿的，看不看着？又找出了一个缸，这个缸大小不一样，干的活就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专门腌咸菜的，这小缸就腌这个芥菜缨子啊。这我妈呀，学的可细分了。哎呀，你干啥去了？你瞅你揍着这个脑袋上这灰，这家好几天了，你说这还不掉？下水。这碗腌完酸菜腌咸菜呀，这就是秋天。哎呦我这家伙都用大锅开始洗了啊，把根里的土洗一洗。哎呀，再来一包。包干啥去？下来，银子包，回来。这就是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天天的蹦房顶走啊。后边还整几个大疙瘩要吃吃，芥菜疙瘩和这个是有人头疙瘩，还有一种疙瘩叫补留客，那更大的，整太多吃不了啊，涛哥。原先的时候腌酸菜，除了那一缸，还有这一缸，最少得两缸。现在咋的？人头也分开了，然后大家条件也好了，稍微少呢腌一点。这大疙瘩这得刷一刷，这要没有个大锅大盆的还干不了这活呢。豆包过来吧。哎呀，这芥菜缨子我妈说的得搓一搓才绿，这家伙上瘾。这就是腌芥菜缨子的关键，要不然的话腌出来不黄吗？这搓完之后，哎，腌出来它就是绿的。又学会一个活。你搓吧，你就这么搓。我妈说我搓的不好，这得像洗衣服这么整，还得搓让它变远变绿。你这还行呢，你都这么的，我这个还没搓透呢，你得搓，得使劲搓。来，大哥。洗衣服，对，你得搓，盐少就往上搁。哎，挺好，还行。这疙瘩都太大，得给它一切两半，然后给它装缸里头，这样腌的快一点。你说吃个咸菜都这么费劲吗？啥叫做工艺？那要是直接扔到缸里头直接腌的话，那还有工艺了吗？我这第一波衣服已经洗好了，妈，你看这样是不是行了，绿了哈？对对，你看变暖了，得哈，嗯呐。搓完一波又一波，这玩意杀手啊。那可不，那吃点菜那么容易呢？你就千斤的手你就整不了了，就像我这个比。
不少是吧？我手搁这儿，要么搁盐都吃没了。妈的，这也得吃。倒到多少呢？差不多了吧，行了吧。看看，这小缸也挪这儿来。这是咸菜，完了这是酸菜。这小缸就用小石头。无论腌啥菜都得压上点，不然它就飘水上头来了。这家伙搁锅台蹭着，这衣服全脏了，这洗了换身衣服开始做饭。直接蒸两个苞米，糊点窝窝，简简单单的吃一口。不光我们吃，小猫也得吃啊。我还整了个鸡蛋焖子。别说我没肉，咱再来根红肠腾锅了。盖锅开张，添柴火烧起来。周锅了，哎呦，哎呀，我天哪呀！这是把什么玩意儿给蒸爆了？不是，这爆的是啥？你们自己可以回家试试啊。这红肠我这是锅火太硬了，蒸爆了。看这鸡蛋焖子，哎呀我，咱这玉米像样啊，两根黄的，两根黑的。黑的呀是含花青素的，但是黄的更糯一点，但是黑的更甜一点，各有不同啊。这窝窝给小猫整的，哎呀，别管这窝窝面不面，首先猫吃，人也能吃。咱们给小猫一部分，剩下一部分咱干啥？发面里面。嘿，玉米，一盘南瓜，你俩吃黑的，尝尝黑的啥样。来，我看瞅。这家伙还俩人把一根玉米掰开了，一会儿再尝那个不是吗？嗯，尝尝。不是你俩没吃过黑的吗？给你俩尝尝。嗯。哎呦，这红肠切开啊、哦！这还文雅的切一切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放手。红肠还是热了之后好吃。这个和这个黄的哪个甜？我吃自己黑一点。嗯，对，黑的稍微甜一点。黑的稍微卷点。嗯，没那个黏。对了，黄的更黏，更糯。黄的黏。涛哥拿的黄的，我也来黑的。这家伙整的，我也掰开。这羊子里面也是黑的啊、嗯，这都是非转基因的。他们说，哎，这色儿染的把羊子都挤黑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自然黑啊。这长就这样。你看我家粽子也有黑玉米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嗯。这个还是稍微比黄要甜一点，嗯，就干活这么累，将就一口得了。人都干活吃点好，没时间做。嗯，行，愿吃的苞米，关键还有香肠不是？对，你看我给你整肉了，吃点鸡蛋焖子啊，别烧心。嗯，看看是不是我啃完了，这里面这个羊子也是紫色的啊，这都非常好吃。有点甜糯的，我觉得孩子啥的，年轻人更喜欢吃这个，岁数大人呢更喜欢吃黄的啊，都挺好，换样吃，虽然主要是含花青素嘛。这玉米一定要蒸着吃，嗯，